time, we have wished that the wondrous worlds we game in were real. 喜爱电子游戏的玩家有福了，把游戏中的世界搬进现实生活，终于不再只是梦想。Gaming in the Middle East is poised to enter a new era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orld's first esports island, set to debut in Abu Dhabi.阿联首都阿布达比与跨国游戏俱乐部营运商合作，投资2.8亿美元，超过90亿台币，打造全球首座电竞岛。根据中东媒体报道，岛上将会有一家拥有200间客房的五星级度假饭店，所有客房均配备高性能电竞专用电脑，也会规划游戏玩家锦标赛训练营，并提供休闲与营养计划的设施，打造完整游戏生态环境。而登岛方式非常特别。以大逃杀射击游戏为灵感，游客必须从飞机上跳伞抵达饭店办理入住。邻国沙烏地阿拉伯也出招吸引动漫迷前往观光。A wish has been granted. Calling adventurers from across the globe.沙国首都利雅得的超大型娱乐观光城奇蒂亚将建造全球第一座七龙珠主题乐园。根据七龙珠官方网站公布的资讯，主题乐园占地超过50万平方公尺，将规划为七大主题园区，并重现动画中的经典场景，包括龟仙之家、胶囊公司与比鲁斯星球。不过目前尚未公布开放日期，想前往朝圣的粉丝得再等一等。华视新闻卢友竹、端正博报道。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